我拦住他！你给我上！你干啥去了？你奸养妇女，虐杀儿童，夺人传承啊！说这件是不是你干的？苏万聪，是我干的，有没有说？那些贱民本来就该死！萧寒，我告诉你，我爸是苏家宗主，就算你是武生又能如何？你也不能轻易让位。泯灭人性，你真该死！我身为武生，我今天就为民除害！真好！哈哈哈哈！你杀我！你杀我！你为天下而战，为百姓不公是吧？这世间所有人都拿你当英雄，你救得了所有人，唯独救不了你最爱的人。昭儿，你把他怎么了？萧寒，放了婉儿。哦，萧寒，昭儿，萧昭。昭儿。萧寒，今日便是你的死期，给我上！萧寒，你想让夏家血流成河吗？萧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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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如今萧寒已死，夏家这些贼人对我们已经没有威胁。来人，把这些贼人的尸首丢下山崖给我喂球。不要，不要，不要！住手啊！住手！把我儿抬走。萧寒，萧寒，萧寒，就算掘地三尺，我们也一定要将萧寒的尸首找回。萧寒。爸，现在都有医院了，西药治疗多快啊！就你老不懂，还上山给师兄们采药。西药那是治标不治本，你师兄弟常年打拳受伤也是家常便饭，若不给他们治好了，到姥姥这可就麻烦了。也是，那爸，咱分开找，能多找些。小茹，刚入夏，小心他溜蛇。啊！啊！爸，有死人！萧寒啊，萧寒，当年我翻遍了整个悬崖也没有找到你的尸首，五年了，你到底是生是死，又所在何处？家主，家主，怎么了？家主，萧胜找到了。你说什么？老干受的严重，根本无法用常规手段治疗，而且他病情年年都在恶化，再这样下去怕是只有等死了。周医生，我觉得你一定要救救他，我求你了。你给我下跪有什么用？我是医生又不是神仙。周医生，我求你了，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国外有一种治疗脑坏死的针，或许是救他唯一的方式，但是价格极其昂贵。多少钱？一针100万。100万？一针100万。小寒，来吃点蔬菜。我们拳馆的生意在江都拳王洪文光的打压下是一年不如一年，100万。妈，我想好了，小寒的病我们不治，我们没那个本事，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陪在萧寒的身边。但是小茹，你别忘了，三年前你被银环蛇给咬了，是萧寒背着你跑了十多里的路来到了医馆，要不然那一次的话，你肯定就九死一生了。茹茹，茹茹别怕，茹茹，我带你回家。他对你有恩，对咱们张家也有恩。萧寒的病
必须治。这么多年以来，我早把萧寒当成家人，就算卖了这个拳馆，我也得给他治病。爸，可这拳馆是你一辈子的心血啊！卖了这里，租个地方照样可以交拳，但萧寒的病不能再拖了。这还不是你女婿呢，你倒是大方。妈，萧寒虽然生病了，但是为人老实又忠诚，对我更是无可挑剔。我这辈子……哎呀，行了，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爸都已经答应了，我总不能拦着吧？爸妈，谢谢你。师傅，师傅，我们不同意。师傅，张氏拳馆不只是你和师娘一辈子的心血，更是我们在江州立足的根本啊！张氏拳馆绝对不能卖。陈卫东，萧寒的病情一年不如一年，我们现在要是不救他，他就只有等死了。小茹，不哭，不哭。为了救一个傻子，你们就把拳馆卖了。师傅，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卫东，今天别说是萧寒，就算是你们所有弟子，谁出了事儿？我和你师父今天可以照样变卖房产，救一辈子命。师娘，你话说的再好听又有什么用？他萧寒可是张家的准女婿，我们能比得上吗？陈卫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妈平时对你们又是煲汤又是送药的，何时亏待过你们？这些小恩小惠哪里有拳馆珍贵？我看师父是想把他治好，然后把压箱底的功夫传给他，让他骑在我们头上继承馆主的位置吧。陈卫东，你胡说八道什么？师父，八岁跟你学拳至今，我陈伟东才是你第一个弟子呀。师父，你知道我喜欢小鹿师妹，你还把她许配给这个傻子？你明知道我天赋异禀，但却始终不把压箱底的八卦拳绝学传给我，难道这就是一口子的公平吗？陈东，我滚出去！好，好，我滚！这么多年，既然你如此厚此薄彼，什么必要留在这里？谁愿意跟我一起走？我！这么多年，今天你把我逐出师门，事后必定让张氏全馆一蹶不宁。走！你们，贺宁，爸，你没事吧，爸？贺宁。爸，这是？这是隐世四宗之一夏家的镇门之宝，伏羲八卦拳。什么？爸，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当年机缘巧合下，我从姑姑夏家高人手里得到一叶伏羲八卦拳的残卷，从而衍生了我张氏拳法，并创立武馆，这便是另一拳谱。传说这伏羲八卦拳是天下第一神技，更是习武之人心中的武学圣经，难怪陈卫东。这么说来，江州拳王一直打压挑衅咱们，那就是因为他吧？没错。爸，这么珍贵的东西，你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出来？小寒，跪下。小寒虽然愚钝，但骨骼惊奇，若能治好他的脑病，加上我的指导，武学前景不可估量。爸，所以今日我将这古武秘籍传授给他。谢谢师傅。伏羲八卦拳。你干啥？你们求武家陈卫东这几个人心术不正，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起来，随我出来。小寒，看见没？残卷是八卦拳的训字拳，训为风，风无孔不入，所以这拳的力道深入骨髓，断人筋脉。
风是无孔不入的。小韩，刚才练了那么久，咱们试一试。看好了，伏羲八卦迅子诀。这个我也会。这招迅子诀，我练了十年才有今天的效果。小韩出生牛犊，我待会儿帮他多灭几根蜡烛，也免得他被打击心切。好啊，来试试伏羲八卦迅子诀。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早就会了。什么？难道你是？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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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你看我厉害吧？原来是风吹的，我还以为小韩真的会呢。张鹤年，我快滚出来受死！放开，放开我！你个畜生！师娘，师妹，陈伟东，你这个叛徒！你说话真难听。小海，快让开！师弟，你没事吧？哎，不要慌，你想干嘛？老东西，我们又见面了。陈伟东、洪耀光，你俩怎么混在一起了？张鹤年，没想到啊，曾经你最得意的弟子，现在已经拜入我的麾下。没错，我已经拜洪师傅为义父。我们今天来踢馆，就是为了你的伏羲八卦拳残诀。识相的话，赶紧把全部交出来，说不定我义父还能饶你一条性。义父，陈伟东不仅背叛师门，还认贼作父。我张鹤年以沈英明找出你这么个白眼狼。废话少说，张鹤年，你敢接受我的挑战吗？不要！这我找死！放我！黄耀光。谁人不知你和西洋人勾结？伏羲八卦拳乃是我龙国独一无二的公路神技，想让我交给你，痴心妄想！张鹤年，你还真是个死脑筋。那西洋人的身体素质可是远超我们龙国人，只有他们才能发挥我们古武神技的威力，是不是？黄耀光，你好歹是我龙国之人，为了西洋人的好处，居然连我龙国武学至宝都要出卖吗？你！废话少说，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放了你的性命；如果你输了，交出拳头，解散拳馆。快签！张鹤年，不许签！不要签！张鹤年，张鹤年，再不签，我杀了你宝贝！小茹，小茹！蓉蓉，你没事吧？蓉蓉，找死！小弟，坏的，让你欺负蓉蓉，真是！好东西，你居然真的将八卦拳传给了他！我要杀了你！你话真多，你话真多，傻子，放开我儿！难道你想和张氏拳馆因你而血流成河吗？小韩，你想让夏家血流成河吗？让夏家，你救不了所有的人，唯独救不了你最爱的人。老子让你抢我拳谱，你不能放开他！站住！我打死他！你放手！他是个傻子，你看你别再说什么！别打他！够了！你是不是帮我签？娘，签！
爸。张和年，你的死期到了。嗯，姨父，对付这个老东西，让我来就行了。嗯，陈卫东，你背叛师门，难道就不怕大报应吗？明明是你爹厚此薄彼，辜负了我的信任，偏心一个傻子才造成了今天这副局面。要说报应，也是他的报应。陈卫东，你帮我替你擦开通门，今日你替天行道。张鹤年，受死吧！鹤年，爸，小心啊！鹤年，小心！爸，爸，爸，你没事吧？爸，张鹤年，拳怕少壮，你老了，认输吧。师傅流血了，师傅流血了。张鹤年，要么你自己交出八卦拳谱残卷，要么我把你打死，帮你解散拳馆，自己选。爸，师傅，不要打我师傅，不要打我师傅！臭傻子，找死！啊啊、我不是傻子，我不是傻子，我是命无生，我今天就为民除害！我不是，你造反，你造反！武圣，我没听错吧？他说他是武圣。谁不知道千百年来只有隐士思宗的夏家出过一位武圣？如果你这傻子也是，那我就是武圣他爹。我是武圣，我是武圣。行，你是武圣，那你应该很能打吧？来，打我呀！来，用你八卦拳打我呀！我是武圣，我是武圣。来呀！我是武圣，我是武圣，我是武圣。你不是很能打吗？你不是武圣吗？怎么？你是先让我三拳吗？我，小韩，陈卫东，你这个畜生，你放了他！嗯，小刘，张卫东，住手！你不出声，我都差点你给忘了，欺负！这才叫欺负！放开我！你这个贱人，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明知道我喜欢你，但你永远选择一个傻子，都不跟我在一起。嗯，萧寒虽然脑袋直上，但他为人善良，而你呢，陈卫东，心思狡诈，卑劣下流，就是死，我也不会嫁给你。啊，小东，不识好的贱人，你想干嘛？别过来！陈卫东，住手啊！呀，你不是自诩清高，说我下流啊？你说，如果在这把你给办了，对你上流的神可留下我下流的种，会怎么样？会不会生一个杂种啊？接下来我去看。不愧是大师兄啊！陈卫东，这个畜生！陈卫东，你这个畜生！不要欺负蓉蓉，不要！小孩，小孩，参见家主。白泽，快去准备后，我要亲赴江州迎萧胜回归。是。小孩，等我。蓉蓉，这个畜生！不要欺负蓉蓉，是啊。小孩，白泽，是啊。是啊，啊！小韩，走！小韩，陈卫东，住手！找死！好，
那就先解决你这个龙子。爹，陈卫东，简直跟畜生！现在好，老家伙废了，你们这帮窝囊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宣布，从今天起，张氏拳馆在江湖除名。爹，爸，贺娘，你醒醒！爸，贺娘。去死吧！我们主义死不从心，也不是。萧寒，小荣，你没事吧？萧寒，你我脑子恢复了，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萧寒，太好了，太好了！你只不过是个傻子，这怎么会这么大的力气？陈卫东，你背叛师父，残害同门，今天就替师父清理门户。就凭你，你也废！我刚刚只不过大意，没有防备，你不会真以为你打得过我吧？萧寒，小茹放心。我自有分寸。萧寒，就算你现在脑子好了，你只不过是力气大点的废物而已。我义父洪耀光拳法闻名于江州，可是张和年那种三脚猫功夫能比得上的。好啊，那我倒要看看你在洪耀光那儿都学到了什么本事。你呀！滚！撤！撤！呀！小心！滚！撤！这撤呀！呀！好样的，义父！你可别让这废物好好解释一下，我们洪家拳的厉害！哼，臭小子，还想替张鹤年出头？你有那个本事吗？今天我就让你师徒二人上西天天魂。我那努力跟我们老平时的一争，这么下去必定一劲儿败。小寒小寒，去死吧。周卫东，看在之前我们同师门一场的份上，你放过萧寒吧，好不好？放开你贱人！让我放了他，不可能！一切都是因为我二姐，若杀就杀我吧。杀你？我怎么舍得呢？要想让我放过他，除非你答应我的条件。什么条件？做我的暖床工具。周董，哦，先生，我同意，我答应你，小茹，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小寒，对不起。好，小寒，你看到，我们现在就回家，你跟我入洞房。
滚走！你要干嘛？送你男人上路啊！啊！啊！这什么作战？怎么还不死？找死！是死活的废物！别动！别动！找死！义父，这怎么可能？他不是快死了吗？义父，要死的是你们！这小子一番调整，身体上长了这么多。在这儿，小龙后队。五虎伏魔阵，不错。五虎伏魔阵，阵法魂称，内涵五行生克变化之道，五位一体，攻守兼备。说是你一个小小的宗师，就是武宗级别的人困在此阵，也插翅难逃。小韩，就这点本事，你不说你是武圣吗？你的伏羲八卦拳早就练得炉火纯青了吗？你怎么不用啊你啊？不行，我要以夏家传人的身份在这里用了伏羲八卦拳，三大家一定知道我还没死，江湖必定再次掀起血雨腥风，张家也会陷入危险。不行，我不能用。哎，不过就是一个只会说大话的臭小子，吓唬谁呢？张小荣，你看到了吗？萧寒不仅来路不明，嘴里还一句实话都没有。张氏拳馆都要灭门了，他还在这忽悠你呢。萧寒才不会骗我呢。老子就废了你的手脚，看你以后还怎么练拳。不要。小梅。给我放开他！老子这就用自己的分筋错骨手废了他！师傅，张鹤年，你这个老东西还真他妈扛揍啊！这都不死！张鹤年，我他妈要杀了你！陈伟通，我这一辈子收你为徒是我最大的错误，今日我要清理门户。清理门户？你有这个本事吗你？这一拳打你背板石门，狼心狗肺；第二拳打你重伤同门，不仁不义。这一拳打你如我侄女，这该我死！呀，站住！赵明山，回头！小心！回头！师傅，让师傅杀了他，给我杀了他！张鹤年，绝阵受死！绝阵受死！看来今天无法再了了，你们走，我顶着。师傅，快走！今天你们四个谁也别想逃。走，师傅，走，快快快，快走！师傅，师傅，走啊，快走，走不了，快走，师傅，走，快走啊，走啊，别走，别走，别走，哎，师娘，哎，师娘，妈。小茹，以后跟你小韩好好过，妈不能丢下你爸一个人。妈，你不能这样，妈，你看哪？爸，这些年我被你惯得十指不沾阳春水，你别想丢下我一个人。小梅，你糊涂啊！该死，
滚他！师娘小心！爸，别打我师父了，别打了，师父！爸，师父！妈，别打了！妈，你开门啊！妈，师父，师娘，是我没用，是我没用。我知道你刚刚恢复记忆，有些不行，我只希望你照顾好小柔。我，咱俩是一家。走啊！他们给我拉开！建国，金娘，快走！完了！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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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伏羲八卦拳。伏羲八卦拳，小寒体内的能量暴动两次。小寒，你可一定不能有事。此人能把伏羲八卦拳练到这种程度，必定跟夏家武圣关系匪浅。苏家委托我找了武圣这么多年，没想到今天终于有了美梦。快去禀告苏家二少爷，伏羲八卦拳先试，一时却已被撕毁，赶紧过来，再不自然。是。师娘，我疼了。小寒。哼，没事吧？能将古武夏家的伏羲八卦拳练到这种境界，夏家武圣到底什么关系？十月以后能买一试试一试。我是什么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小寒，去我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是谁教你的拳法？我要是不说呢？实话告诉你，我洪耀国能在江州横行，靠的就是古武苏家苏万军少爷的支持。善用伏羲八卦拳，身份可疑，万军少必定少不了你。苏家，别说苏万军了，就算他爹苏天豪来了，我也丝毫不惧。好大的口气！好大的口气！苏少，您终于来了。小寒，这些人眼袋金光，脚步轻盈，一看就是一等一的高手。几个宗师，加一个武尊而已。什么？几个宗师，还有武尊？现在知道吧？啊，你一个夏家的孽障，哼，撕毁隐世契约，还重伤我儿，苏万军少爷必定不会饶人。苏少，你一定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就是你这个孽障，仗着自己会几招伏羲八卦拳，就在这仗义欺人。你就是苏万军？你手底下的人贪图别人的武功秘籍，纵容自己的弟子作奸犯科，难道我不该教训他们？孽障！当年夏家武圣靠着伏羲八卦拳屠杀我三宗门百余弟子，里面就包括我的亲哥哥苏万聪在内，这个仇跟我不共戴天。今天你竟然敢动用此拳！哼，那些人渣作恶多端，在江湖上臭名昭著，他们不该死吗？放肆！孽障东西，我不管你和夏家是什么关系，你辱我王兄，还敢用着隐世四宗古武神技，今天我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的手脚打断，然后废除你的武功，以正视听。断我手脚就凭你们？小寒，苏家的实力确实不是我们众人能惹得起的，他们这么多高手，我们不行，就他们几个对我造不成威胁。狂妄至极啊！你还真以为你自己是武圣？武圣，就他也配啊？众所周知，千百年来那个武圣只有夏家那么一个人，但是他已经坠崖而死啊！怎么？难道还借尸还魂不成啊？苏万军，你今天会为你的狂妄无知付出代价，是吗？那我今天倒想看一看，我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啊。上，武功队，小寒小心啊！跟我走。这，小龙，带师傅上先走，行李交给我。我不走，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小龙，让师傅受伤已经是我的失职，我不能让你再受伤害。你们走吧，我才能安心做事。你骗人！你是不是想像我爸妈那样丢下我？我不走。好恩爱呀！啊，好，那我就成全你们。上，小龙，
废物，别以为你学了几招伏羲八卦掌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现在呀，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你个废物东西，你现在这个样子呀，跟那个废物还挺像啊。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他就是个垃圾。我们苏家现在在龙国那可是呼风唤雨的存在啊！他当时竭力保住的那个夏昭仪啊，连个屁都没放。我呀，先解决了你，然后我会把整个张氏拳馆的人全部都杀掉。你日本毁人性，既为萧寒杀身不足以平冤，那就杀之灭之了之，伏羲八卦镇死拳。认真就笑死老子王东一。能将伏羲八卦掌练到如此境界之人，你究竟是谁？将死之人不配知道我的名字。那我倒要看一看，今天是你死还是我活。这果然是有点东西，怪不得口出狂言。不过你现在内力已经耗尽，我们这么多人耗死就算死也不会像你这种畜生低头。是死活这样、啊、萧寒，今天就让你死在我们苏家的鬼谷风雷掌之下。萧寒，萧寒，苏万军连偷袭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苏家的人都被你丢尽了，喂，去死吧！我看是你的死期到。嗯？昭儿，昭儿，萧寒，我来接你回家了。你真是萧寒，夏家武圣，萧寒，萧寒，他谁？这个我事后再跟你解释。夏昭仪，今天你们夏家倾巢而出，就为了一个萧寒？没错。夏昭仪，你应该还记得吧？5年前，就是这个夏家的余孽，杀了三大宗门的128个人，那可罪大恶极啊！你确定你要保他？5年之前，萧寒并没有做错什么，是你们三宗人罪有应得。夏昭仪。你这是要跟整个古武界为敌是吧？就算与整个古武界为敌，我夏昭仪也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萧寒一丝一毫。如果有人敢找他的麻烦，我夏家3000宗师必与他不死不休。昭儿，谢谢。夏昭仪，萧寒坠崖未死的消息马上就会传到三大宗门的耳朵里面去，到时候呀，整个三大宗门都不会放过他。哼，三大宗门的怒火，你一个小小的夏家，你承担得起吗？那又如何？苏万军，回去告诉你们三大宗门的人，5年前萧寒已经死过一次了，是战苍的眷顾给了他新生。如果有人还敢找他的麻烦，就先问问我夏昭仪，我夏家3000宗同不同意？好，你给我等着。走，走。萧寒，我从不知你有。昭仪，你听我跟你说。好，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那次坠崖之后，我失去了记忆，失忆，什么都忘了，功力也被封了，成了个傻子。
如果不是小茹发现我并带我回家，五年前我就命丧崖里。好，好一个救命之恩，好一个以身相许。萧寒，你贵为夏家的武圣，你身后有数不尽的财富，用不尽的权力，你需要以身相许吗？萧寒，你不必找那么多借口。你说，你是不是爱上他了？昭儿，你别再说了。不，你让他说。萧寒，我虽只是一介平民女子，但我不需要依靠感动得来的爱情。我张小茹不需要试试。你说，你是不是爱上他了？昭儿，对不起，张家对我有救命之恩。现在张家武馆又遭受重创，我师父又性命垂危，你等我把这些都处理好，我一定给你个交代。好，我在下府等你。阿年，师父。阿年，为什么温教官看得好好的，竟然会遭受如此无妄之灾？对不起。难道真的没有什么神药可以救我爸了吗？神药？对啊，在下府后山禁地有一种药，一定可以治好师父的。小寒，你说的是真的吗？嗯。是什么药？你说的是真的吗？嗯。是什么药？上古麒麟血。上古麒麟血，对，它能够疏通元气，重塑经脉，一定可以唤醒师父的。只是，这是什么？据古卷记载，此药由麒麟神魂的七重金质守护，非大吉人者不可得。小寒，师娘求你救救你师父。哎，师娘，妈。师娘，你放心，一切因我而起，无论如何，我都会让师父醒来的。啊！你们怎么来了？苏少，我们是来求你救人的。他经脉寸断，身受重伤，除了夏家后山禁地的麒麟血，谁也救不了他。麒麟血。这世上真有如此神物？没错，苏少，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个麒麟血，它不但能够疏通元气、重塑经脉，它还能极大可能的激发武者体内的潜力啊！它是救我干儿子的唯一希望。那这个麒麟血在哪里可以找到？就在夏家后山的禁地，不过它有七重禁制守护。放心，看在你们现在已经是受害者的份上，我们作为隐世家族一定会替你们讨一个公道啊！至于这个麒麟血嘛，哎，起来说话，我苏家帮你取。多谢苏少。这种废物就没有救的必要了。等我服下了麒麟血，实力必定可以突破到无圣境界，到时候我一定要让萧寒血战血偿。什么人竟敢私闯夏府后山禁地？拜见麒麟尊者，我乃苏家二公子苏万君，前来求取上古神物麒麟血，为我家的门客救急救病。麒麟尊者，我干儿子陈伟东受奸人所害，他现在全身经脉尽断，命悬一线，所以我们特地来求药救命，还望尊者赐药。上古麒麟血为夏家圣物，有麒麟神魂的七重禁制守护，你们这些人想取麒麟血，简直是痴心妄想，都给我离开吧。
尊者，尊者，我求您救救我们！我儿子韦东，他天纵英才，金骨齐下，是受了奸人所害，没有麒麟血救他，他就只能一辈子做个躺在床上的废人啊！尊者，你可知害人性命的歹人姓甚名谁啊？与我何干？尔等速速离开！与我何干？尔等速速离开！麒麟尊者，那可是你们夏家的萧寒。萧寒，萧寒都死了五年了，你在这跟我说什么笑话？行了，不是我不帮你们，即使我大开山门换出麒麟神魂，你们这些人拿什么去突破他的七重禁制？尊者，我来试试。即使是我夏家的武宗高手，到四重禁制已是极限，你一个花拳绣腿的去了也是白白丢了性命。我劝你们回去是为你们好。麒麟尊者，人乃萧寒所伤，不论如何你们夏家都该负责，不交出麒麟血救人，难道想让五年前的历史重演？不必激我，你有这个本事就去拿。就凭你们也想取得上古麒麟血，也是痴人说梦。萧寒，萧寒，你小子竟真还活着。见过尊者。陈伟东背叛师门，品行卑劣，这种人渣没有必要救你。赵恒，在这胡说八道什么？明明是张鹤岩的老东西有眼无珠，误了伟东的前程。先不要跟他做口舌之争，我们先拿到麒麟血，以后有的是时间找他算账。我劝你们别白费力气了，趁早打道回府，你们没那个实力。萧寒，上次要不是夏昭仪把你给救了，你早死在我们苏家鬼谷风雷掌之下了，现在还在这大放厥词呢。上一次是我大病初愈，我的实力不如平时的十分之一，让你得逞，这次你可就没有当日的好运了。哼，萧寒，等我服用了麒麟血，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武道巅峰，鼓舞苏家苏万军前来挑战七重禁制，鼓舞苏家苏万军前来挑战七重禁制。不愧是鼓舞苏家的武宗巅峰强者，连续突破三重禁制，面不改色。太好了，魏东有救了。苏少，你大恩大德，你要报莫齿难忘。等取到麒麟血再高兴也不迟啊。萧寒，你少在这说风凉话。苏少可没败。这苏家四大尊者，苏少写天机自行阵。什么是天级四星阵？天级四星阵就是集结四大武尊之力，短时间内提升苏万军的实力。这苏家呀，果然有点东西。苏少，你一定要坚持住啊！五十年了，你是第一个能够突破麒麟神魂的四重禁制，还能安然无恙的人。不过，这应该已经是你的极限了。我看你年纪轻轻能有此等实力就此离开，千万不要自毁前程。这不信，剩下这三劫你就要老子的命。苏少，要是实在觉得为难不可强求。苏少，我是很希望你能拿到麒麟血救韦东性命的，但是你也不能有什么闪失，要不我跟苏家怎么交代啊？这东西还真以为我是为了他的闯儿子。苏万军，别逞强了，麒麟神魂的五重禁制不是你这种人能破得了。现在看你这么忙，不仅要在众人面前为萧寒上吊孝，还让我苏家脸上抹红。老白，
没事。麒麟之怒，威力惊人，这一声震天咆哮，丝毫不亚于圣境界强者的全力一击。就算死不了，也助他们吃一死。不自量力！萧寒，你少在那嘲弄苏少，苏家都破不了七重禁制，你们来也白费。萧寒，刚才你也看到了，这七重禁制太过凶险了。这麒麟血我们不取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不行，我们只有取回上古麒麟血，才能救师父的性命，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可是太危险了，我担心你。放心，我自有分寸。萧寒，没看到他们几人的下场吗？萧寒，刚才我苏家四大尊者给我助力，我都上不了这五重禁制，所以你还是不要瞎费功夫了。你们不行，那是你们资质愚钝，实力不济。我这就让你们亲眼看看我是如何突破七重禁制，夺取上古麒麟血的。夏家萧寒特来挑战七重禁制。夏家萧寒特来挑战七重禁制。萧寒，你若能突破这七重禁制，我就从这山上滚下去。好，这话是你说的。萧寒，虽然你是夏家武圣，但那也是五年前，你真有这个把握？麒麟神血我势在必得。好，萧寒，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若香消火灭，无论成功与否，我家收回九龙神鼎，十年不开山门。你要想再用麒麟血救你师父，可就再也没有其他机会了。萧寒，千万当心。萧寒，你接连突破两重禁制，我看你也用上了毕生的功力了吧。三重四重，怎么可能？他居然能连续上两阶台阶，却突破了三重四重禁制。刚刚苏少也是在苏家武尊的帮助下才突破第四重禁制的。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啊，他用这血肉之躯就突破了四重禁制。井底之蛙不知天阔。这不知天阔。这救出来！数十年来，五界没有一个人能够突破这五重禁制，他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一脚踏破呢？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夏家武圣果然资质卓越，在不靠外力的帮助下，能够连续突破五重禁制，绝对也算得上是叱咤天下、屈指可数的人物。你还要继续吗？继续。啊七重禁制，给我哭！你，太好了，我爹终于有救了。千百年来，终于有人能突破麒麟神魂的七重禁制，了不起，了不起啊！刚才是谁说的？只要我取到麒麟神血，自己就滚下山去的。萧寒，交出麒麟血！坐，站住！萧寒，你虽然面不改色，但是经过刚才一番折腾，你现在呀也已经声嘶力竭了。把麒麟血交出来，我可饶你不死。谁说我力竭？怎么，苏少爷是想比试一番吗？你这样，这样，哥哥，住手！小
姓周琦，就他妈是你！苏万军，在我夏家的地盘，还容不得你放肆！苏昭，如今我们元气大伤，不宜和他们太过纠缠。好，哼，你们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去找孙林两大宗门，宣告萧寒跳崖未死的消息。到时候我们三大宗门联手，就算是下家也保住你小子。苏昭，他这明显虚张声势吗？他这滚！滚蛋！好，少安，谢谢你又替我解围了一次。小茹，把这个拿回家给师傅吧。慢着，少安，你这什么意思？这麒麟血本就是我夏家之物，你不问自取，还问我是什么人？赵儿，你这又是何必呢？夏家主，对不起，是我冒昧了。我明白，世间一切事物皆有价值，我愿意用一切代价换取这瓶麒麟血。一切代价？小茹，小寒，我让你一个人冒险取这麒麟血，已经是我无能。但取这麒麟血本就是我为人子女该做的，不该什么事都躲在你身后。有骨气，但如果这个代价是留下萧寒呢？怎么，张小姐是想鱼和熊掌兼得吗？昭儿，人命关天，与我何干？我并没有拘着这神药不给，只是想让张小姐付出一些代价。张小姐不是口口声声救父心切吗？怎么现在看来倒是更注重这所谓的情谊。好，我知道神药珍贵，假如在此，但谢夏家主救父之恩。小茹，小寒，对不起。小茹。我们走。富海发给爱恨，你与他只有五年，当真就如此不舍吗？昭儿，情爱是不能用时间来换。可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你。他若选择了我，就不是我爱的小孩。我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就是喜欢不爱你的女人。不，他爱我，可他又不能只爱我。昭儿，你自小被夏家当做继承人培养，感情这方面够了。感情这方面够了。夏昭仪不需要懂你这些所谓的道理，我只知道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昭儿，这是你在我父亲临终前签下的婚书。那你刚才那番是为何？难道要我当着你新欢的面处理我们之间的旧事吗？太难看。小孩，从此以后山高路远，各自珍重。家主，您何必如此？麒麟血现世，如果不把萧寒留下来做个假象，麒麟几家人必定不会放过他。可如此一来，孙素林三家肯定以为神药留在了夏家，到时候夏家如何抵抗得住？五年前，萧寒凭借一身侠肝义胆，如今三宗恶通大于人，拯救我夏家府地于水火，让百姓苍生得以安宁，最后他却惨遭报复。他为我夏家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他再受到伤害。但是孙素林三宗他们岂会善罢甘休？我意已决，不必再说。当年他们诱惑我做党，杀死了爱我的萧寒，害我痛失所爱。如今
他们若敢再来，必连本带利，叫他们有来无回。他们若敢再来，必连本带利，叫他们有来无回。萧寒，对不起，我不能为了所谓的爱情，就亲眼看着我的父亲去死。爸妈，把药拿回来了，爸。哈哈哈！终于得到你了。苏超，齐凌雪到手了。啊，太好了，韦东有救了。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要把齐凌雪给你的废物儿子吧？苏超。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如此神物，我当然要留给自己享用啊！苏少，你骗我！我为你们苏家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快给我找死！王军，这麒麟血当真能够助人快速突破修为吗？这上古麒麟血。本就是天地造化之神物，里面蕴藏着无限的能量。待我将其稀释之后，我肯定更上一层楼。好你了，你了这是一柱成山，直达传说唐宋的武圣境界。没错，太好了呀！吸收完成之后，一定能够一决打败萧寒。一吸我们的心头就黑。哎呦！怎么骂你？啊！什么情况啊？这个啊！即便是范俊此次突破了武圣境界，我看也未必打不过萧寒。毕竟那小子在五年之前已经达到了武圣境界了。所以这一次我留了后手。骂猴子啊！这遇到嘛玩意儿去？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位是东南亚十冠拳王托尼周先生，这一位是世界杀手排行榜首弗雷泽先生，而这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东瀛武神宫城藏先生，这位是林家家主林朝先，孙家家主孙凤祥。他们真的有这么厉害？怎么，林家主？想和我比划比划吗？小卡拉米啊，注意你的言行和态度。拜拜们在江湖上那也是有头有脸的。要是你们真有本事，家主也不会花重金把我们请来了。哦啊，你妈我算看出来了啊，你是想你太奶了吧？啊，招死！啊！不自量力。拳王殿下，我请你们来是对付夏家武圣萧寒的，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儿伤了和气。听说萧寒是龙国武道第一人，不知道他的伏羲八卦拳挡不挡得住我们拳王的死亡冲拳。萧寒帝今天是不是也会出现在这里？宫城先生，萧寒呢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五年前他为了救夏家人，他可以跳崖自尽，今天咱们用同样的方法一定可以逼他现身。要是夏家的武林绝学伏羲八卦拳全部，我但希望 Death King 只要他肯出现，我就将他死拉死拉的，到时候
全部的，统统的给我算了。啊！小茹，小茹，萧寒，你怎么了？萧寒，我把麒麟雪给弄丢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我昨天刚进门，就被埋伏在房间里一场打晕，然后醒来的时候，麒麟雪就不见了，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还在房间里的柜子里看见了昏迷的爸妈。萧寒，我真没用。好了，小茹，你先别自责了。这，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嘛。你跟师傅商量没事就好，怪我，怪我没有考虑周全啊。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不过，夏家族怎么会让你？小茹，我跟昭儿已经正式解除婚约了。哎，知道咱们拿到麒麟血。而且有能力请上门的人，无非就是苏家那几个。走，咱们这都要回来去。小石，小石，小石不好了，家家出事了！什么？报！家主，他们来了，他们人多势众。家主，你我日夜苦练，等的就是今天。夏家宗师听令，随我去比武场。是。夏昭仪，快点把萧寒那个孽障消。这么多人啊，诸位有何贵干呢？夏昭仪，你少在这装傻。萧寒那个孽障到底在哪儿？萧寒，五年前不是被诸位联手逼死了？逼你妈撞啥？人家玩具都看见了。小韩根本没有死，念在我们都是孤无私送的份上，要不小韩拜拜玄泽饶你一马，否则让你下掌嗝屁超量。真是天大的笑话，小韩已经死了，你们所说的那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更不在我下属之内。诸位没有其他事的话就请回吧。夏昭仪，如此说来你是要护着那个孽障？放肆！别说萧胜现在不在下，就算他在这里，我们也绝不会把他交给你们去处置。夏昭仪，最后再问一次，萧寒到底在哪里？夏昭仪，你可想好了再做。你要是撇了信的宝塔，我们三大宗门的怒火是你夏家承受不起的。无可奉告。好生猖狂！这么大的罪名我可担不起，我说了不知，诸位却苦苦相助，难道要把我跪着说不成？阿姐，说说。夏昭仪，我们无意宣战，你还是快点把萧寒那个孽障交出来。即便是你无意去拿人，也可以直接把他的位置告出来。我说了无可奉告，但是今天确实该做一个了断。什么意思？五年前你们用我做武器，逼死了我最爱的人。那时候我弱小无能，是我活该。但是今天，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了，那就是你们该死。夏叔，夏小姨，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保他了。我说了，是你们该死。夏昭仪，你可要想清楚，我三宗今日精锐尽出，高手如云，你确定？要以寡敌众，我等誓死守护萧胜，守护家主，守护家主，守护家主。林师叔，夏昭仪是萧寒的未婚妻，那咱们把夏昭仪拿下，我就不信这个萧不出面了。我方皆是无尊，哪怕你刚刚晋升武圣，我等也不敢贸然出手。放心吧，师叔，那个血啊，我洗得非常的顺利啊。你们先上去消化消化他的体力，待会儿我给他来个出其不意，把夏昭仪给弄死。好，夏昭仪，老夫早就想领教领教你夏家的伏羲八卦拳了。你既然要匹护这个萧寒，就看看够不够这个资格。夏主，小心啊！林超现在四下无手，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哎呀！
夏昭仪，说好的切磋，竟下死手啊！切磋，这指力深可见，我看林家主才想下死手。我死，拿命来！啊啊啊！师叔，先生，你好狠毒！这四丫的骗子，几年不见，修为精进了不少啊！安姐，他是不是也喝了麒麟血了？孙师叔，有劳您了。小宝贝儿，带着金铁给您拉了喽。给我碰！啊！哦，孙丫呢？还真是车轮战。不过武圣对战武尊是等级压制，可不是你们这些老东西能应付的。怎么，舍不得你爹出来挨打了？那就让老夫来会会你这个丫头片子。爹，阿展，这个丫头现在已经元气大伤，咱们不用像那两个老东西一样拼命了。不过如此，夏普，武圣金铁，你抢了张小茹舅父的麒麟血，这种好东西当然不能给那种要死不活的人用啊，多浪费。夏家主，你现在还有力气吗？认识不就知道。你现在啊，消耗太多了，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劝你留一点力气，待会儿到床上好好的伺候我，或许我可以饶你一条性命啊！嗯，饶死！就是现在！家主，敢伤家主，找死！你记住，别想了，这就是力量的滋味啊！这下子该我了，受死吧！呀，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小寒在哪儿？说，小寒在哪儿？住口！周儿，小寒，你怎么回来了？你快走，快走！周儿，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们不该回来的，一群畜生！小寒，我会照顾好夏家主的，你放心去教训他。小寒，苏万君他已经是武圣了。小寒，你终于出现了！林朝仙、孙凤祥、苏天豪，你们三个好歹也是一宗之主，为了逼我出来，真是什么肮脏手段都用得出来啊！小寒，你要是敢作敢为，又何必躲在夏家的庇护之下？可笑！我萧寒习武二十年，行走江湖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庇护，倒是你们以为光靠人多就能把我拿下？骚林还那么多废话，拿兵来了！呀，快点给我！喂，听赵二说你现在也成武圣了，来吧，一起上吧。迅子，气吞山河！有点意思，嗯。喝了酒死的孙子，这你走，我不是娘，操你！救我！住手！你妈！东君儿。为什么这样？有我萧寒在，绝不会让你们欺负夏家的一兵一卒。夏家，好大的口气呀！啊，哈哈哈哈！萧寒，我们的确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今天我东瀛武神龚城先生坐镇，今日必死无疑。看来阁下就是萧寒。没错。想必你就是东瀛武圣工程武藏吧？藏的，还有杀手之王弗雷德，
东南亚十冠拳王托尼周，你们三个远道而来，就是为了杀我？没错，是我们。你这细胳膊细腿，不知道能扛下我几圈呢？什么龙国武道敌人？我看是浪得虚名吧。苏家主，你叫我们三个人来，真的是多余了。拳王殿下，你可千万不要轻敌啊！你得乖乖的交出大夏古武拳伏羲八卦拳，我可以考虑留你一个全尸，并且下去我是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龙国人身体孱弱，实力不济，根本配不上如此武学之宝。不如将这些武学交给我们，才能更好发扬光大啊！我呸！我夏家的伏羲八卦拳乃是夏家先祖历经无数时代更迭创造出来的武学圣经，岂容你们这些外国强盗沾染？萧寒，你找死！你可否敢与我们一战？有何不敢？既然如此，今天如果你输了的，你的命和权不仅要夏家的人，别想一个活着走出这里。萧寒，放心，小茹，为了龙国的武学尊严，这一战我绝不能败。萧寒，我相信你，你一定能赢。我也相信你。我答应你，但要是你们输了，你们就给我爬着滚出这里，终生不能踏入龙国半步。哈哈哈哈！要死，我接受你们两个前面谈谈虚实，开路点。吴家，你也太精神了，我这就把他拿下。不可能！吴尼周是东南亚十冠拳王。一双铁拳力大势沉，无坚不摧，霸道刚猛无比，居然被萧寒轻松就击退了。来，赵寒之前与我等对战，并没有使尽全力。不知道近期我这个实力还到了嘛地步？东南亚十冠拳王就这点实力？叶学生，喂，叶学生，喂，我对你真的不耻。叶，我这。弗雷森，你刺我干嘛？不是这样子的，是这小子的身法太诡异了。你们两个不是我对手，滚吧！腾云上，不愧是传说中的伏羲八卦拳，果然不同凡响。弗雷泽托尼周，你们输了。为什么同样是四大古武绝学，你的拳法竟然如此恐怖？真是无知。隐世四宗千百年来武道高手数不胜数，但是能被称为龙国武圣的就只有夏家萧寒一人。还不快滚。那得猛呢，你只是打败了他们两个，而我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你还没有跟我比试。武藏的刀法无人能敌，三十年来更是未尝败绩，也不可能赢的。萧寒，我承认你有点实力，不过想让我认识你，你要问一句，我手里的腰刀打不开。三十年来武藏从未主动出过刀，他居然主动出刀了。我这把腰刀长约三尺半，乃天外元体所制而成，曾有168位龙国武士死于我的刀下亡魂。三十年，你是第一个能让我一开始有拔刀以对的武者，这应该是你的荣幸。我这双拳头沙包大小，曾把249名东瀛倭寇打得跪地求饶，哭爹喊娘。你是第250个，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尝尝龙国至高武学伏羲八卦拳的滋味。不死，我命由我，我有天。萧寒，去死吧！音乐，气氛上诉。我靠，王道长，连萧寒的迅子拳都可以轻易的破解掉，这攻城武藏的实力真是不小啊！雷迪，斩！这雷霆斩的威力居然不比萧寒的镇子拳差。
萧寒，你可一定要赢啊！萧寒，你可一定不能出事啊！这就不行了。金风，进入。对不起，看眼睛，根本无法挪开。他死定了！这一招疾风刀舞，我们俩合力都抵挡不了。萧寒，小心！根子不对付三天。这怎么可能呢？靠我走的疾风剑舞，红尘五脏还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萧寒，是你逼我的。好高的阶梯啊！这是宫廷家族的不传之秘呀、啊！得意，龙少，萧寒。天作天，人风正上定，乾坤一震，天地归心。朕，你呀，什么风？这怎么会？功臣武藏，你输了。不可能，不可能！我可是东瀛第一武神，我不可能会输。你，武藏。是东瀛战神吗？废物，你怎么会输？简直是废物！废物，小寒，去死吧！拿命来！小寒，你可别理！拿命来！啊！你死我！不，卑鄙小人，这一拳断你全身经脉，让你今生不能行凶。啊！苏天豪、孙凤祥。你们也想像他一样是吧？饶命啊！饶命！饶命！都不敢了！还不快滚！你快滚！快滚！不可能！不可能！小孩，你没事吧？没事。我自己来就行。师傅，那你慢慢喝。今天的拳术课我替你上。好啊，我也偷个懒。能让龙国的全胜给他们亲自交拳，这些弟子啊可真是有福了。龙国的武圣怎么了？那也是我张鹤年的徒弟。你呀、啊、你就臭美吧。诸位师弟，以武兴邦，自强不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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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